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日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09页倒数第二行啊，倒数第二行，欲心增成愿啊，请看经文，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去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世尊，在这一篇前面跟我们交接的要和要进啊，从哪里做起？要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不求别人跟我和解，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对别人、对团体要和解。啊，那么这一段的开始，从反面说，如果不和，如果心还有憎，就会成怨，冤冤相报，一时比一时严重，没完没了。这比什么都严重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佛陀给我们的教训，前面讲的敬爱这两个词比什么都重要，有敬爱当然就不会有竞争啊，不会有烦恼啊，习气慢慢的会消除，我们才能够欺辱
佛法的境界，这一段经文我们看黄念老居士的注解，我们先讲念老的注解。或时心增，或者有时候，这个心里面呢有增值啊，这个增通常呢我们写没有言，这个增意思是一样的，一切经音意的时候写作诵啊，增诵。会书里都说人情平时虽无愧恨，违禁或生不时斗争，古人或是啊，会说里头说得好，人情平时虽然没有憎恨啊，违禁这个境界我们不喜欢啊，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看到了这个豁然生气，烦恼习气在这就现象了，所以不时斗争啊，不时下面念老给我们解释，意识豁然起相斗与增诵之心，故曰或时心增。什么原因呢？下面就讲清楚了。啊，恚怒、憎恚、愤怒，用这两个字来代表，这是三毒之一。三毒是贪、嗔、痴啊，这是嗔恚。三毒是烦恼的根本，学佛这一入佛门还没有出家，佛陀就教我们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啊，是善业，身善、口善、意善，身不杀、不盗、不淫，口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不贪、不嗔、不痴，
这三句叫三善根。啊，贪嗔痴呢叫三毒烦恼。我们无世界以前堕落到六道轮回，多生多劫出不去。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从贪嗔痴来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贪嗔痴断掉，轮回就不见了。轮回不是真的，像一场梦啊。人天好梦，三恶道恶梦。啊，所以佛教我们修善断恶，都要求三轮体空。啊，也就是说我们非常认真修学，但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断恶不要把断恶放在心上，修善呢也如是，也不要把修善放心上。啊，为什么？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生其心，生什么心呢？就是断恶修善的心。断恶修善。啊，这生其心。生其心重要的无住啊。无住是心里面什么都没有，这个重要啊！心里头有了，我今天做了多少善事了，果报在三善道；干了坏事了，啊，心里也很清楚，今天做恶了，果报在三恶道，在六道轮回。如果你不把它放在心上，心上没事，就超越六道了。所以事要干，要认真断恶修善，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就好。啊，这是菩萨修行的总纲领。啊，大原则，我们要把它时时记住，时时刻刻，我们心不是想善就是想恶，善恶都没有的时候叫无记。啊，说不上善恶叫无记。善恶无忌都不要放在心上，这就对了。那么下面告诉我们四时，啊，一时嗔心，心里不高兴，有了怨恨，这造成什么小恨呢？小恨起不起作用？起作用。起什么作用？冤冤相报。我们跟人见面，从来不认识，他看到我就不高兴，态度就很不好。我们没见过面，
偶然见面这种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经历，都曾经有过，不止一次。啊，他就看不顺眼，学佛之后知道了什么原因，过去生中我对他看不顺眼，啊，这一生见了面了，他等我一下，理都不理。要不要去计较呢？不需要。我们应该怎样应付？和颜爱语，恭敬对待，把这个缘化开啊！就到此为止啊！啊，我们用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待人接物就好啊！一定知道冤冤相报无有尽时，就是没完没了啊，这个太可怕了。所以学佛一定要记住如何把过去生中跟一切众生结的怨，在这一生当中都把它化解掉，你说好不好？啊，一生当中未尝有一个我怨恨的人啊，我看不顺眼的人没有，这叫真修行啊。啊，他纵然是侮辱我、伤害我，啊，处处跟我作对，这是什么原因？过去三种遇到了吗？不是这一世的，前世的，我们决定不能冤冤相报，我们一定在这一次就把它化解。啊，化解的方法，无论他对我用什么手段，他打我，他骂我，他冤枉我，他陷害我，我们都要用真诚心性、平等心、啊，爱心去对他，把他化解。啊，他不理我，无所谓，别放在心上。下次见面，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我们对他恭敬。我们对他爱护。啊，他有困难，我们全心全意帮助他，把这种怨恨化解，这就对了。如果是一时诚心造成的小恨，但冤冤相报无有尽时，怨憎常会，
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故人后世传句之称大怨。如果不能化解这个怨，愈结愈严重。啊，再转几世，那就成大怨了。大怨就造大业，造罪业。啊，这个罪业什么？变成战争啊！发动一个战争，你要知道死多少人。啊，多少冤枉死的人，这就叫转局，这就叫大愿。大愿到哪里去？堕无间地狱。什么时候才能出头？难了，真难了。经上常说，三途一堕五千劫，不是五千万年，是五千劫。如果经上这些话都是佛从自信真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教会我们，供养我们，帮助我们化解冤仇啊！啊，我们自己要发誓，我这一生当中绝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不但人，包括畜生、树木花草，我绝不伤害他们。你这个人，这一生多快乐啊！啊，佛经上讲的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你就真正能够得到。这是真正佛弟子，为什么佛菩萨是这样待人接物？我们是佛的学生，是菩萨的学生，我们应该要向佛菩萨学习就对了啊！所以你真正能信佛学佛，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的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有没有得到最高享受？最高的享受是什么？这一生当中没有看到一个冤亲债主，没看到，没有跟任何人事物对立，对立互相不能包容啊，没有对立了，样样都能包容，样样看到的欢喜，这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像弥勒菩萨一样啊，中国寺院的山门大门，你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弥勒菩萨。弥勒菩萨代表什么？代表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
代表长生欢喜心。他没有冤家，他没有对头，他心目当中人人都是佛菩萨，真诚恭敬心对待啊，人人都是阿弥陀佛，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把无量寿经学通了，你就明白了。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释迦牟尼佛没有妄语，他知道，我们不知道。那我们听了释迦牟尼佛说了，我们要细心去揣摩，去体会，真的吗？真的，一点都不假。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又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这是什么？这是说宇宙的真相。一切法从哪里生的？从心想生。慧能大师开悟告诉我，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自信就是法身，法身遇到缘就现象，这个相就是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从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所生的万法，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为什么？一切法都是生灭法，就是有生有灭。生灭法不是真的，真的不生不灭。我们的真心，我们的自信不生不灭，它是万法的体，本体。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本体里面没有现象，但是它能够现象，所现的一切相是幻象。有生有灭啊，所以本体不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无相，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有相。你说有说无都错了啊，它确实是非有非无，不生不灭。我们如果真正明白了，
那是怎样对待呢？六祖能大师说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就是六祖大师教给我们如何跟大自然设法界一真庄严这些万事万物相处，知道本体是一个自性清净心，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我们世间科学家说，整个宇宙一真庄严三个字不可得了啊，知道不可得，你就会放下了，放下就成佛了，放下可不得了啊！放下什么？妄想放下了，杂念放下了，分别放下了，执着放下了，就成等真觉了。啊，在这个地方我简单跟同学做个报告，为什么？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他说的话能不能相信？我们要有智慧去辨别。啊，辨别不难。你只看他的言行举止跟佛法相不相应。佛法是什么？是戒定慧三学。啊，这个人头一个观察他孝不孝顺父母，尊不尊敬老师，如果他不孝父母，不敬老师，啊，狂妄自大，这是假的，不是真的。要懂得观察。那我们自己修学也如是，要拿这个标准衡量自己。我们自己对父母不孝，对师长不敬，啊，对一般人瞧不起，什么自以为是？谁是魔？自己是魔，不是佛菩萨。要是佛菩萨，决定持戒、修定、开智慧。啊，戒最重要的就是十善业道。啊，事之变聪不是好事情。啊，能言善道。啊，说起来很像那么回事情。但是过个十年二十年，他这个假象露出来了，
一文不值。啊，还会破戒，还会造业，啊，造作种种恶业。有啊，古时候有，现在更多。啊，我们同学当中，我认识的二三十年修行，遇到财、色、名、利这四样东西，碰到一个，他就毁掉了。没有遇到七情五欲，我们看他不错啊，听他讲演讲得头头是道啊，有时候我也赞叹了。啊，过得没多久，他被他的信徒渡去了。啊，信徒两种，一种是拥有财富的，一种是女色，他还俗了，结婚了。啊，学佛多少年了？二三十年。啊，这还算是好的。名正言顺还俗，还有一些没还俗也干这些事情，想尽方法来遮蔽，怕别人把他吃穿。这样的人，我们能不能在视线就观察到？行，事先孔老夫子说过，啊，很能干的人，能言善道，看起来好像是有道德、有学问，是个圣人。《论语》上说，假如这个人外表看起来好像周公之才之美，啊，周公是孔子一生最尊敬的人。啊，像这个人，你乍看他，好像周公一样，有周公之才之美。但是看你呀，是骄且吝，且与在不足观矣。这人怎么样呢？狂妄自大，傲慢，目中无人，喜欢批评人，而且什么吝啬啊，说得很好，实际上并不是很大方，很小气，自私自利。孔老夫子做结论是：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假圣人，不是真圣人。这种假圣人，孔老夫子那个时代就有，2500年，历代世世代代都有，中国有，外国也有。你要小心谨慎呐！啊，也得学老孔子，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他说的，再细心就观察。他做到了没有？如果他教别人做，自己没做到，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千万不能上他当。今天学佛，啊，我学佛到今年65年，
65年前老师教导我，怎么样辨别邪正，辨别真假。啊，教给我。决定以经教为依据，经我们看不懂，怎么办？告诉我们，看注解。注解一定要看古人的。为什么？古人有修有证，是好东西，才能够传到现在。如果不是好东西，早就淘汰掉了。古人靠得住，今人靠不住。这老师告诉我，那古人实在看不懂了怎么办？老师给我们介绍今人的老师。我这个年代啊，像地贤老法师、虚云老和尚啊，地贤老和尚啊，介绍这些人，这是民国初年佛门的大德，有修有证啊，他们的著作不少，现在都有流通啊，近代人可以用它做参考。啊，那现代的人呢？现代的人不看，为什么？你是初学，你戒定慧还没有基础，等到自己戒定慧有了根了，你可以看。为什么？他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你有能力辨别，没有能力辨别的时候，如果把路领错了，你不是冤枉一辈子。这是好老师，不是好老师的不肯讲这个话。啊，我到台中去求学，啊，朱金洲老居士介绍。我去跟李老师学经教啊，我带着介绍信去见老师，老师看到之后笑笑啊，在客厅里头，客厅里还有一些客人，老师就笑着说很好啊，你真的想到我这儿来学习，我这里有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呢，你要能做到，我就收留你。如果你不能够接受，你就另请高明。啊，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不接待。啊，我向导人请教。哪三条？他第一个，你过去跟张家大师学的，跟方东美先生学的，我都不承认。啊，不承认。到我这里来，从今天起，一切从头学起。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学。第一条，第二条，从今天起，你在台中住在我这个地方，只能听我一个人讲经。啊，其他的法师大德到台中来讲经，讲这个讲演都不准听。
啊，第三个，从今天起看书，无论看是佛书还是不是佛书，一定要经过他同意，他没有同意的不准看。这三条能不能接受？能接受我就留你，不能接受你到别的地方去吧。我听了之后，我是朱金州老居士介绍的，这个老居士有学问有道德，虔诚的佛教徒，跟李老师同年好朋友。那我对于朱金州老居士很佩服很尊重，朱老居士介绍我李老师，我当然尊重。我跟老师说我完全接受，老师说好，有期限的，有期限的，期限多久呢？五年。五年之后你什么都可以干了，五年之内决定要遵守我这三条。我今天在此地报告，供养给网络电视机面前的同修啊，在这个时代啊，要想成就李老师这个方法，不是他的专利，我是原来以为他是他的专利啊，从来没听说过啊。我在上一个世纪末尾啊，也就是1990年代，我住在新加坡啊，我是98年、99年、2000年在新加坡住了3年半啊。新加坡有个老朋友严培法师也很有名啊，很有声望啊，他大我10岁，把我当小老弟看待啊。他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啊，在新加坡有道场。我到新加坡，他听说我来了来看我啊，要我到他道场去做讲演啊，非常客气啊，我就去了。中午请我吃饭啊，上午讲演讲完之后，中午请我吃饭，我就把这一桩事情啊，李老师收我的这些话讲给他听。他听了之后的哈，我做小沙弥的时候在地贤老和尚坐下也是讲的这三条，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李老师的，是过去祖师大德传下来的规矩啊。没这个规矩学不成功的，那只能算旁听啊，没办法教你。你要完全能接受，这才有办法教你。这些我都说出来供养大家，给大家做个参考啊。这我相信这是中国古代祖祖相传啊。地贤老和尚用这个三条叫严培法师，严培有没有接受？没接受。
啊，当时可能接受，以后心动了。太虚大师在厦门建闽南佛学院，他很羡慕，他是偷偷开小差，晚上溜了，啊，到厦门去跟太虚法师。很可惜，他如果要是真正接受地仙老和尚的教诲，这三条戒律啊，真能遵守，他很可能是天台宗的一代祖师。这也没错了啊！我是完全去遵守这个李老师啊，跟李老师五年到了，我跟老师说，老师，这五年很有受用，心清净多了，杂念少了，啊，也有能力辨别是非了，邪正有能力辨别。我是想，我这个根底不够厚，我再加五年。我遵守老师这个约法的时候，10年，我在台中住10年。现在没这个老师了，找也找不到了，老师找学生也找不到，到哪去找？啊，李老师碰到我了，我能遵守，有这么一个传人。如果我要是走掉之后，老师到今天一个传人都没有，不容易。末法时期，师徒如父子，父母之恩要报，老师之恩要报，怎么报法？每一堂课，每一次讲演，都观想到我的父母、我的老师在现在场听闻，不敢懈怠。学习圣贤教学不容易，佛菩萨的教学更难了。啊，一定要有老师，真正老师，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报告的这三条戒律。啊，这是老师的戒，不守老师的戒，老师不能教你。要守老师的戒，啊，老师才能教你，啊，才真认真教你，啊，跟老师在一起10年，啊，一般是5年可以了，年轻啊，15、16岁可以了。我跟李老师的时候26岁了，哦，不止啊。跟李老师的时候好像是28、29岁，张家大师圆寂的，已经圆寂了。啊，所以想到过去这些大善知识，我们知恩报恩的心啊，自然就现起。啊，没有老师，怎么会有成就？啊，真有成就，老师教我们遵守的原则，一生都不违背。
现在这个时期，好老师难了，好学生也难。你要问我有没有学生？没有，我只有听众，没有学生。啊，那么有人假借我的名义，啊，说是我的学生，在外面他做的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啊，实际上也不常往来，我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他偶尔来看看我，啊，不能说看看就是学生，没这个道理。像李老师这个三条戒，你不能遵守的，他不承认你是他学生，这佛门规矩不能不懂。这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冤冤相报，无有一时。怨憎常会，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所以经上说，后世转句至称大愿。我们经历过第二次大战，那个大战就是后世转句指称大愿，非常可怕。大战之后，发起大战的人、参与大战的人，果报都在无间地狱。一点都不假了。唐太宗的附体，10年前，他所讲的那些话，我相信。啊，真的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啊，唐太宗能从地狱出来，得利于他当年在世做了一桩好事。这一桩好事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这是大好事啊！所以他在无间地狱，地藏菩萨把他带出来，不是没有原因的。谁能做一桩好事，能救国家，能救全世界？啊，什么好事？就是他在世的时候，下令编辑的群书之要。唐太宗做皇上很年轻，27岁，他用什么职务？他是个将军，很会打仗，所以杀人很多。为什么多地狱？就杀人，杀业太重啊，因为这本书啊，他知过凭什么？没学过啊，所以下令给魏征这些读书人，从经
食、子这三部里面，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些教训文字通通抄出来给他看，他就用这个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部书过去在中国失传了一千年，唐朝亡国之后这书就没有了，印刷是宋朝时候发明的，所以唐朝的书都是手写的本子，分量不多，被日本在中国的留学生带走了，也很难得。这部书在日本出现千年盛世，都是帝王跟人民都能遵照这个教训去学习，造成日本那个时候国泰民安。日本是400年前西洋的科学技术传到日本，日本迷上了科技，把这个书就放弃了，现在人知道就不多了，放弃了。中国的时候是在嘉庆年间，嘉庆皇帝登基，日本对中国皇上送礼，礼品里头有这部书，但是那个时候清朝是最兴旺的时候，大家对他不重视。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用过2次，分量很少，现在没人知道。我找这个书找了3年找不到，我问过商务印书馆，问过世界书局、中华书局，你们有没有知道有这个书？不知道。所以我是在讲经的时候提出来了，唐太宗有这部书，我没有看见过，如果有人发现了告诉我。果然好像3个月之后就有人把这个书邮寄寄给我了，寄到香港来给我了。我一看的时候如获至宝，这居然出现了，祖宗之德了。我相信唐太宗也是保护这部书，跟着这部书把这部书送到我这里，我就印了10000套。这10000套的功德我也没有回向给唐太宗，唐太宗就是这个印经功德出地狱，地藏菩萨把他带来的时候离开地狱，那我们这本书样书样本先印一套给我看样本。我那是在澳洲，世界书局寄给我，我们在小客厅里头展开来大家分享，来看看这部书印得不错，上中下3册。当时我们这个地方有个出家人悟仁法师，他也在，他的妹妹也在，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突然他的妹妹跪下来告诉我，我是唐太宗李世民，我是
李世民，哎呦，我听说唐太宗来了，赶紧请他坐，他不敢坐，一直跪在地下，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什么恩德了。他就说了，群书之要，这本书不但可以救中国，而且可以救全世界。啊，说完之后，这时间很短，大概只有5分钟量，他就走了，啊，就离开了，他就传这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很重要，因为我印这个书只想到救中国，没想到全世界。他这一提醒我，我就明白了，这部书要翻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翻成世界各国语言，向全世界流通，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读到这部书，建立共识。啊，这个共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共识。那个平天下，是天下各国、各州、各家、各个族群、各个文化、各个宗教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是这个意思。这叫平天下啊，不是战争啊。所以这是全世界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不是军事啊，也不是经济贸易，不是科学技术。文化统一，那中国文化确实，外国很多汉学家没有不佩服的，提到中国文化没有不赞叹的。这个好啊，啊，习主席现在正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来治国，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平天下，很难得了，不容易啊。那么下面念老举个例子，如琉璃王为报许愿于尽沙石中，这是佛经上佛说的这么一段故事。琉璃王当时印度一个大国的国王啊，他对于释迦族，释迦族也是一个国啊，释迦族的国王佛陀如果不出家，就是释迦族的国王啊。这个愿是多生多劫以前结的，这有个故事啊。当时这个释迦族是一个小镇，镇边上有一个池塘，池塘里面养了很多鱼。啊，释迦族大概是捕鱼吧，修理池塘，把这个鱼啊一网打尽，都吃了。这个鱼怨恨在心，常常想报复。这一次，哎，刚好他也是个国王，啊，就发了一个怨恨心，要把释迦族灭掉。他看到释迦族的人就讨厌。啊，释迦牟尼佛虽然成佛了，对这桩事情前因后果完全明了。没法子救啊，这是因果报应啊，你要救了他，来生遇到了还要报啊，没完没了啊。啊，所以目前年有神通啊，
这是他去救，把释迦王的几个重要的人员放到他的钵上，钵当中，这个钵变大了，人放在钵里，他把它放在天上。战争结束之后，释迦牟尼佛说，你把那个钵拿回来看看。他到天上钵拿回来，钵里头是血水，才知道定业不能转。你明白这个道理，你还敢给人结怨吗？啊，别人怎么侮辱我，我们要以德报怨啊，不能就丝毫怨恨心啊，我们对他越恭敬越赞叹啊，我们讲经诵经念佛都给他回向啊。过去我们不知道，肯定有很多过去的冤亲债主，今世的冤亲债主，我都给他们供牌位，我的牌位上都有，我天天给他们回想，心里面确确实实没有怨恨的人啊，无论你怎么伤害我，我都认为是正常的，是应该的。过去我伤害你，今天你伤害我，这报果报就报掉了，没有怨恨心啊！你回报我，我赞叹你啊！你有什么不好我不说，你有好的地方我赞叹，你有不好的地方我不批评啊！不给人结怨的。我一生没有别的，你要说长处，大概就是这一点，这几点是我的长处啊，没有一个我怨恨的，没有我怨恨的事物啊，没有怨恨的，没有贪念啊，贪嗔痴要断掉，所以看东西比别人看得清楚，比别人看得透彻，道理就在此地。你有这个本事，不是没有，我不比你强，你有，你是被利名利冲昏，利令智昏啊！你要把名利七情五欲放下，智慧就现前了，你肯定比我高啊，我不如你啊，所以我早年提出四句四好：人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不亏我们这一世到人间来这么一次，啊，总得要把这四句做出来。啊，存心，行事，说话。啊，做一个标准的好人。啊，死了之后不后悔啊。纵然不知道净土，没缘去往生，至少来生是天堂。啊，欲界天，色界天，这是我们的去处。啊，色界天有禅定的功夫，欲界天肯定有份。啊，我相信不止桃李天，啊，很有可能到斗率天，到他化自在天。啊，这是世间之事，更相患害，
指世间冤报之事，互为祸害，既造业因，必结恶果。报应虽不立即显现于当时，故曰虽不临时，但因果不虚，决当报偿于后世，故人应急相迫。幕后这两句话要记住，众生但知为果，果报现前你害怕了，菩萨则为因也，我们把它省略，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不敢造业，众生敢造业，果报现前来害怕，没用了，不通忏悔啊。我们再看底下一段，欲学无修善，佛劝我们，欲是劝勉我们啊，就是今天讲的为我们开示啊，要断悟，要修善啊，分三小段。第一段，生死自当，请看经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这就是说，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没有办法代替，因果决定是自作自受啊！现在这个社会，最严重的罪孽，一个是爱欲，欲就是欲望啊，情爱与贪欲，社会生死根本，六道轮回的根本。我们看现在人杀业太重，杀什么人？杀自己的儿女，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堕胎，每一天堕胎有多少人？10年前，有人告诉我，是有统计的。啊，为什么医院里头有记录？每一天超过15万，每一天，一年5000万。啊，这是有记录的，没有记录的不包括在这里头，你说怎么得了啊？他跟你什么关系？父子关系，你怎么忍心啊把自己的儿女杀掉？他本来是报恩来的，
这下好了，结成冤仇了。来世他再来的时候，不是报恩，是报仇来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杀盗淫所造的罪业，你说多可怕啊！这个时代众生造业堕无间地狱，是哪一类人？杀盗淫，这三种恶通通都干的人，必定堕无间地狱。啊，古人有说，爱不重，不堕娑婆。你不会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到娑婆世界来，都是情爱而来啊。不能不知道啊。佛门里头还把它续了一句话，念不一不生净土。这副对联很重要，要时时刻刻放在心上。如何才能够不堕轮回？贪嗔痴不能要，有贪嗔痴就有轮回。没有贪嗔痴，就没有轮回。啊，一念相应，就往生净土。希望我们一念相应，一念佛，这一念里头没有贪嗔痴，只有阿弥陀佛。我们再讲白一点，依照经教讲，我们的念头里头没有起心动念，好啊，啊，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是佛的境界，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的境界。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的境界。我们想想，我们是属于哪一个阶层？我们虽然天天念佛，佛号不中断，一句接着一句，可是里头夹杂的有妄想，有杂念，有分别，有执着，叫什么？六道反复。啊，这些东西统统去除，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叫待业往生。记住84000法门，无量法门，没有待业的，通通是断烦恼证菩提。难哪，你行吗？
做不到，做不到学海鲜老和尚。这个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他不认识字，他没有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看准他了，师父了不起，菩萨再来，他看到这个年轻人是法器，值得栽培啊，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听话，老师真干啊，这一句佛号他念了92年，112岁往生，给我们做榜样。啊，所以这个法门叫一心道，容易成就，但是很难信。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皈依净土了，念佛求往生，可是他每天还要念《金刚经》、念《华严经》、念《法华经》、念《楞严经》，还念很多经、很多咒。就怕念的不多啊，恐怕不保险，完全搞错了，不听佛菩萨的话，要听自己的怀疑啊，相信自己的想法看法，不相信经典里面的教训，这就没办法了。阿弥陀佛慈悲，海贤老和尚，我们从传记里面去看看，他应该在40岁之前就应该往生了，为什么？条件具足了，哪有不往生的道理？他自己也说过，他有好多次跟阿弥陀佛说，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结果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榜样，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他那么长的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这个要知道啊。那什么时候阿弥陀佛接他往生呢？阿弥陀佛跟他约定，什么时候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你看到这本书，我就来接引你往生。念佛一句佛号不间断，92年，我相信他见阿弥陀佛，他见极乐世界，绝对不止10次。啊，所以他天天等啊，看有没有人送书给他。按理说，有没有人送？没人送。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老和尚一生一本书也没念过。怎么可能送书给他？这不可能嘛。
一三年一月，真有一个人带了这么一本书，看了和尚。老和尚六根健全了，眼睛好，不戴眼镜啊。一眼就看到他今天带的这个包里头有书，就问他那什么书。他也告诉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果然跟阿弥陀佛讲的一样，欢喜啊！马上回到房间，把他最喜爱的袈裟披在身上，恭恭敬敬把这本书捧在手上，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个举动，他身边的人说，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是要人给他照相的。今天是个特别的例子，怎么老和尚要求人家给他照相？这个照片照了之后，第三天老和尚就走了。我们相信阿弥陀佛说真话，不骗人，看到这本书就带他去往生，接他往生。真难得。我们把这段文念下去，世人具体沉溺于爱欲之中啊，于是死死生彼，流转无穷。念老在此地用很简洁的文字把六道轮回描述给我们看。世间人真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叫具体。这个题里头包括三桩事情，念头、言语、身体，通通都是沉溺于爱欲之中，想的是爱欲，说的是爱欲，干的也是爱欲。这是三业圆满的我业。果报呢，就是六道轮回里头大转了，流转无穷了。这一生当中，人到死了，如果你三业善，来生又得人生，又生了；如果三业不善，来生变畜生，变恶鬼，变地狱。在三恶道里头流转无穷啊。什么时候从恶道流转到人世，就又得人生难，大难大难。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不容易啊。为什么这一生当中跟人跟动物跟花草树木山河大地
都结了有缘分，缘就有善恶。来生到哪里去？由此因缘决定。所以，纵使眷属满堂，于生死之际，生是孤身来的，死独自去，无人相随。无人能代，没有能代替。来的时候你一个人来，去的时候也一个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生当中，佛说的不错，我是独自来的啊！但是我们遇到佛法了，遇到佛法，依教奉行，真干啊！特别是遇到净宗，遇到净宗就不是独自去啊，阿弥陀佛来接引的。来接引你的时候，过去生中家亲眷属、亲朋好友早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都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你。你一见面马上就认得啊，是在哪个世界，是在哪一生哪一世，你们是什么关系，通通讲到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这一些亲朋好友们欢迎你，迎接你，给你接风啊，给你庆祝啊，要不要？还是要独自一个人到三无道去？那就大错特错了啊，应该要有这种决心，有这个意念，就是要有这个念头，我到极乐世界来接引我的人，跟阿弥陀佛一起来的一定很多很多。特别是我们的同参道友啊，今世的同参道友，过去是生生世世的同参道友啊，都欢迎你到极乐世界，到那边共同学习。所以到极乐世界挺热闹，不孤独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孤独，到极乐世界可不孤独。所以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人啊，只有往生到极乐世界，不是的，很多人来接引，皆大欢喜啊。希望我们同学记住，努力要争取，这是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假的统统要放下，真的要抓稳啊！一生决定成就，这佛知苦乐的果报，皆是自作自受，亦无有能替代者啊！没有。净心大师说，自当就是自受啊，换一句话说，自作还是自受。我们不愿意受的，我们就别造，不造这个因，不造这个缘。因没有缘，不能结果，
缘没有因也不能结果。啊，这个就在每天日常生活当中，从早起到晚上睡觉，啊，这一天不造恶业，对人、对事、对物，啊，专念这句佛号好啊，学海鲜老和尚没有不成功。如果还有怀疑，对极乐世界还有忧郁，啊，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有怀疑，我劝你读经，别听别人说，不要问别人，读书千遍，你的怀疑就没有。啊，你把这本《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啊，或者是把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从头到尾看个30遍，就不怀疑了。啊，读经、听经，目的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特别是坚定愿心。我们一生只有一个愿望，求生净土，其他的什么愿望都没有，必定得生啊。底下这一段六趣一途，这就是讲的六道轮回啊。请看经文，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这是说啊，念老注解的时候，善恶变化，景心大师说，善变化即善去报，恶变化呢叫恶去报，这是报，是指六道轮回的果报。如果你心善、言善、身善、身与意三业都善，你的来世是善道。如果身与意三业都不善，来世是三恶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要记清楚啊！啊，会书里都说，今时虽善苦，所作业因无，在来世便着阳火。啊，这个便是变化。所以因果报应这个权是掌握在自己手上，不在别人啊，不是阎王小鬼，不是，也不是天神，也不是佛菩萨，掌握在自己，这要特别留意，我们所做的恶，不是
真的有人都三摩道了，就像我刚才给大家举的唐太宗的例子。唐太宗是佛门大护法，玄奘大师是他的老师，他的国师啊，对佛教的护持啊，建道场，鼓励出家人，事业做的很多。为什么堕地狱？堕地狱那个报，是他的冤亲债主不饶他，把他拖到地狱去了。啊，他在地狱的时间不久啊，地狱的时间跟我们这里有很大的时差。啊，所以在地狱当中寿命很长啊，无间地狱寿命很长啊。什么叫无间？受苦受刑没有丝毫时间让你中断，这叫无间呐。换一句话是，从堕地狱到出来，在地狱苦从来没间断过，出来就断了。我们看到唐太宗附体那个光碟，那是他刚刚离开地狱两三天的时候啊，别人提到地狱他还心有余悸，恐怖万分的，吓得那个样子。啊，告诉我们地狱的状况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他附体在人师妹妹身上，来感恩。我把这个一堆，我就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也没有见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半信半疑。啊，到我面前来感恩我们应送这个群书之要，这个功德出地狱的，啊，出地狱好办了，他就能修行。啊，我听有人告诉我，他离开地狱把信传给我了，传起来，他就在我们学院念佛堂念了一个多月的佛，应该是完事了。啊，有些人有感应的知道这个事情，有些人不知道。啊，那么今世造的善业大，造的恶业少，那就看缘，是善缘先成熟还是恶缘先成熟，哪一个先成熟就到哪个
哪一道去啊？受报了。啊，三山道的缘成熟，三山道现报；三卧道的缘成熟，三卧道现报。完全决定在最后的一念啊，断气之前最后的一念。如果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是求生净土，决定往生啊，最后一念还贪起欲望啊，想你的家人，想你的财产啊，你还难分难舍，那就完了，你就又回来了啊。这种回来畜生道最多啊，为什么？人道难得，不容易，他得不到人身，很容易得畜生身啊。现在有很多人喜欢玩的宠物，宠物他很听话，懂得人的意思，那都是造的恶多于善。临终这个缘成熟了，多得出生道去啊，还给你们家人在一起聚会啊，再有个几年十几年啊，他又走了。动物是论次数算的，他寿命虽然不长啊，你比如他多到狗身要做多少次呢？要做100次啊，做200次，做300次，那时间就很长了。狗死了还是狗，死了又是狗啊，要次数满了他才能到别的道去啊。所以这样你明白了，你就知道三恶道的可怕。啊，所以经文上讲，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起。慧见纵然是慧见了，不认识了，为什么？改头换面了。这一生是个人，来生是个宠物啊，是个小狗小猫啊，虽然天天还玩在一起，不认识啊，是这么个意思。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明天我们还从这一段学习啊，佛的这些开示非常重要，确实帮助我们修正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啊，让我们这一生净土的缘分不可以错过。好，谢谢大家。